是这样。他现在什么状态？录影状态。上面写是电池，上面是录影状态。走走走。找右边那条线吧。哪边？什么叫右边？就是直直走，不是往左走。这样子能去吃饭吗？可以啊。那最后接回去，但是比较近。我进哪里啊？我去，我今天踩到刹不了车，好危险哦！乱冲哎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但是他们，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。我觉得这样子我离那个更远啊。你想更远？要去的地方。在旁边没有啊，我以为我站的是对的，看来是太重了。这个教练在这里很平的地方教鹤颈抬子球，就好酸哦，脚太紧了，妈了妈了妈了！为什么我今天有刹不了车的现象？但是那边其实很平，只是声音很不是很让人在意。我真的刹不了车。那就不只是声音啊。其实不是今天刹不了车，我平常刹得了，我今天真的刹不了。
是昨天前天那个很粉，刹车不用费力，所以你就越来越放松了。你说不了车都要扯出去了，而且刚刚你往下走，我还冲到旁边去，然后再退回来。这样子有变慢吗？当然有啊，我就跑到平的路去啊。对啊，为了停下来，这也是个好方法。今天是不会融化的，嗯，但是还是很酸，嗯，真真是的，嗯，反正我们到的是山，反正我有爬楼梯的印象，但是 我记得是一个他叫我们换拖鞋的地方，哦，里面是木头地板，他还叫我们换拖鞋，他不叫我们换，我们滑倒了也是找大人。当然是换的，我换了一脚很舒服啊。嗯，我印象中我们上一次好像也是坐了这个缆车之后才去吃饭。真的吗？我根本不记得这个缆车哎。这个就是个啊，我们走走看，结果非得坐这个不可的缆车。所以刚刚一路滑下来，就是当初没有围这么多块，对不对？当初整个宽，然后随便滑，然后就可以对着羊蹄山看。的路，刚刚那条路我们滑过 N 次，上次来也是沿着那个下来，但是它没有这样隔开吧？其实是，哦，你说左边右边哦，嗯，我不记得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滑的那个时候是有点融化的区域，所以也没有怎么费力，然后今天就声音很大。我后来意识到那个波没有很大之后，我就管他去了，就速度放快没有关系。我不行，我会刹不了车，我知道我刹不了车，太危险了。早上，但是有比早上好一些些。毕竟它盖了一层。我现在有点不知道，我们这样为什么要来坐这个缆车？因为我们滑到，我刚选错路，我以为接回去，结果那个接回去是接回去的地方是那边是上坡，这边下坡，所以有接回去，但是滑不过去，所以就只好再坐这个缆车。我想说，好像是再坐了一次，又回到那个路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讲错了。他们的统一字符 Evergreen 的版本，而且那是 Phoenix， 那是什么东西？可以用。这是你刚刷下去的地方吗？
是啊，那里有光照我这儿，会不会比较难拿？没关系啊，你好像没有很深呢。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很深呢、欸。来吹干了。我是这边倒的，嗯，你把别人的胆子弄傻，打在我手上，是我吗？是我吗？这个，那放没事，那知道。我怕我再出来，我的板子往那边倒，我就死定了，很难拿出来。走了。拍一拍，操作。继续拍，我现在只需要拍一下。啊，帽子里要帮我弄吗？你帽子多，超多。是屋顶吗？嗯，房东没路吗？不是，是你的有点不够痛，等一下要走进来。